德州长阿伯特昨天下令关闭德州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六处入境口岸，以应对边境非法移民危机。阿伯特发表声明说，他已指示州政府和州国民警队增加执法人员和巡逻车队，并关闭六处入境口岸，以阻止非法移民继续越境进入德州。这位共和党州长表示，因非法移民过多，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已被混乱淹没。他同时严厉抨击拜登政府无视边境安全。多家媒体报道，在德州西南小镇德尔里奥，当局划出一座名叫德尔里奥国际桥的部分桥下区域，作为等待申请避难的非法移民临时营地。一周前，这座营地里只有数百名非法移民，但到昨天已激增至9000人左右，多数来自海地。据报道，今年以来，美墨边境被捕非法移民人数达20多年来最高水平，仅8月就有超过20万8000人次的非法移民被捕，其中许多人是被遣返后再次越境。作为全球最大儿童色情图片来源的幕后黑手，现年36岁，拥有美国和爱尔兰双重国籍的男子马奎斯，昨天被美国地方法院判处27年有期徒刑。据报道，马奎斯通过暗网操作电脑服务器，让用户可以匿名访问数以百万计的非法图片和视频，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和性侵、虐待儿童有关。美国地方法官西奥多表示，马奎斯的卑鄙行为和毒贩没有什么两样。马奎斯去年2月认罪，承认自己在2008年至2013年间通过暗网操作创建并运营了名为自由托管的网络服务器。根据马奎斯认罪时的一份法庭文件，美国执法部门的调查人员在自由托管上发现了超过850万张儿童色情图片和一些视频。房地产网站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随着经济从疫情中逐渐复苏，全美各地的房租都在迅速上涨。截至到8月份，全美各类房屋的中位数租金为1607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1.5%，民众对更大的房子需求更高，因此价格上涨幅度也更大。过去一年，一套两居室公寓的中位数租金上涨了12.3%，至1828美元，而单间公寓的中位数租金上涨了8.3%。根据房地产网站的数据，在全美50个最大的城市中，有28个城市的租金涨幅达到了两位数。房地产网站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黑尔在报告中说，租金正在弥补失去的时间。他指出，租金在疫情期间受到了限制，去年9月至今年3月仅上涨了2%，但随着疫情进入新阶段，人们的偏好正在发生变化，情况正在逐渐恢复正常。人们现在对寻找新的、更大的居住空间感兴趣，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分析还显示，在50个大城市中，只有4个城市的租金没有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四个城市包括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和加州的圣荷西。昆尼皮亚克大学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拜登在9月9日发布的强制要求多达1亿美国员工接种新冠疫苗的计划。根据这项民意调查，对于计划中要求有100名及以上员工的强制企业员工接种疫苗这一措施，48%的受访者认为拜登的疫苗接种政策有些过分，10%的人认为强制接种的范围和力度还不够，40%的人认为疫苗接种政策基本正确。